完了，都教授，快来帮！大老鹰忍术，大老鹰之术，快点，赶快！哇哇，炎帝在那边飞来飞去，杀小，好像没错事哎。哦，je m'en fous，我可以，可以。Double kill 有没有？哦，来，我勾条手来吧打。啊，完了，按到大招 ，fuck！ 推塔，我们赢了 ，GG 死了。哦，耶！看一下谁 MVP 好不好？谁啊？钻石 MVP 哎，是啊，感觉很烂哎。继续，来吧。啊，是我本账一堆造型，好，算了，我还是卸本账完好了。为什么？不要炫的啦。因为，对嘛，需要做一点准备。你想炫造型你就说嘛。炫了，不炫了。走，去抄那个中路了。走。你可能会先死了，那先后退。好，来，你走。哎呀！哇，完了。完了，最好跑。哎、欸，网络直接断掉！哎，黄狗，你快死了！没事，我还可以撑。回家。回家，不然家要被推。没关系，就爆一座，没关系。他那是大招远射的话会晕很久，至少晕个十秒钟。喂，我被绑，我被捆绑了。我知道，我帮你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救不了你。哦，我突然救他的室友，白痴！你别给我跑！没有过去，你这个走位，我会继续打，你要等于给你吃饭，来克里克斯，快过，压你了，不是压，哎呀，What the fuck？有假冲！哎，哦呦，那个人很烦哎，一直在。OK， 然后猫现在才来是怎样？你看他就是要蹭他，你知道，逞英雄就是这样子，你懂吗？这样子视角才会照在他身上。对，我不是说我把他灌醉吗？你看他是。等我一下啊！这是谁啦？是谁？你传到哪里去？他直接醉倒在琉璃，这是谁？你说你朋友喝醉，然后还在琉璃台这样子，好像十二点过去，然后把他灌醉。我只记得一只叫什么，很像很。快点，快爆了，快点！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哇，赢了！对的，一点血哦，白痴啊！看你们在干嘛啦？不会一起推哦。普通的赵医生，我站在云林，帮我一下，我站在云林。OK， 是普通的，好好报位。哦，炎帝来了，完了！他们怎么又被那个奎伦杀掉？他们怎么上来的？你们干，你不要，炎帝在哪里？你要守就来守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叽叽巴巴的，在那边绕来绕去。我怎么剩那么少滴血？回家，你回家。那奎伦罐就没有。我知道啊，有人找我谁？下面那个。是我晕眩，是我晕眩，我的。快救我！干！来救！哦！我糟糕！怎么又奎伦呢？玩错游戏。哎，奎伦，注意！哎，是我下面。哎 ，no， 对不起。包括那个小子，喂，不是那个跟那个张三伟的好像哦。对啊 ，BD， 你走，快走。不会，我来了，交给我，好，枪在手，都别跑。叫反正的家伙，他妈的，因为新人没有他妈没上二的，然后就死掉了。中路没有人，对面那个黑欧拉哎。没有啦，我刚刚瞬移到两个塔下，我完全杀人的心已经占据了我的整个身体，我结果发现我在两个防御塔底下。哦，飞起来，再见，拜拜。别杀。赵云之前超强，人家超强。完了，我的招打给一个他妈的什么鲤鱼哦。这合适。哎，等一下又来了一个，妈的牛魔王，吃我老二吧！晕他！
对啦，失去。哎，可以杀到，干、哦、完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再打这个鲤鱼，快点。他又要和解啊！妈一直讲错。I am Kobe Bryant。你想 Kobe 吗？哎！我一直被他晕到 ，Oh fuck！ 你没老二是不是啊？是我晕眩。我抢到头了。好玩欸，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我已经停下来了。你到底打几下？我已经停下来。不要了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这很棒啊！再一次啦，因为你是刚玩吧？再，我再邀你一次，来了，再来。反正你不知道打什么。看不到哎、欸，看不到你的那个邀请。有，你看到、哦、我邀你，我再邀了。你刚才邀请过他了，请在一秒后我邀了。OK， 不要这么扫兴嘛。OK， 你不要再拒绝了，谢谢。完嘞、欸，吃我巨根啊！哎！你到底还有几张那种可怕又可悲的照片？这他妈是傻小，为什么画质那么差？你要不是对的话，那你就跟我有别人讲。为什么你画质会那么低？我给你表演，我给你表演是黑社会。等一下，他太胖了，丑了一百一百的。你又要干嘛了？你又要干嘛？我操！你们一起开视频直播，这么牛逼啊！嗯，就是自己的。还有人开美颜，妈的，还有玩谁啊？王美颜、啊。